现在此刻，人人的心是毋是真恬静啊？心若会当恬静啊，法则会当入心啊。无量基金啊，一直呢提醒咱的心啊，心情静啊，智慧就生啊。所以无量基金安尼讲，地点静朴，离你静啊，以灭十妄心。即嘛是要甲咱讲，智慧安怎会当三生稳定？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本具智慧，就是呢，无法度通安定落来。所以啊，有时阵，咱对道理啊，事事都了解。只是呢，有时阵啊，都是无明啊，无法度通去体会人事物，伫这个理的内底，所以咱智慧爱有真正的恬静啊，才会当淡泊，这个心情啊，才会当静啊，所以智。点是地清净点安的意思。咱来当清清净净，真正的点安，哇，这个心呢，真点静啊，真安稳啊，咱就会当对外面的境界分析得清楚啦。啊，什么叫做点安呐？那就是慧心安法，那明智为任，以境决断啊，说智为地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地是分别地呀，分别外面的境界，慧呢就是平等。咱看一切啊，要安怎会当平等啊？地伫头前伫咧分别啦，是非清楚。地伊会当了解这是对，这是毋对。对的呢，爱坚持；毋对的呢，都爱好好啊去解决。去处理，爱有果断。有的人就讲，啊，咱就包容啦，包容，包容，你就爱搁再发挥你的智，去安怎解辅导啊？你若无迄个智，敢若一面包容啊？这伫世俗人叫做讲烂好人，是非无分啊啦。所以咱。心要会当宽容、宽大、容纳一切的慧，但是呢，咱必定爱是非清楚啊，这就是爱智。所以智甲慧呢，两项啊，一定爱合一吼。所以这个智是真重要，智内面爱含有慧。所以，伊就是地点静别，离你静，就是心的真宁静，好歹分真清，该用那个时一段时间安静起来，那么用智慧呢，好好啊来处理，这是过离对唔对吼？那这都是爱靠咱。智慧安怎样来选择坚持？用什么方法来包容？咱才会当安尼
对外面的境界啊，真圆融啊，伊灭失妄心亦寂啊，伊灭失妄哦，那咱都知影讲，伊意识啊，咱有心意识，心啊，定定讲佛心啊，佛心，那应该爱归纳呢。就是伫迄个中心，心就是伫中心的内底啊，叫佛心。啊，佛心甲最清净呢，则归纳第九识。中识都是第八嘛，过去有讲过去啊。最清净的识，那就是第九识啊。第九是佛识啊，吼、哦，咱人人本具啊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平常时拢用心，那么这个心啊，咱就是啊，伫咧用力一切，那正面呢有七识、六识，吼、哦，第六识呢，就是沿着外面呢五根五蒂那。所以，这个意识，而且啊，用外面的境界，然后呢，来做作，去思量、思考啊，是要安怎争、安怎取、安怎贪、安怎夺，这拢是伫个第七识的内底的。所以，心是伫第八，意呢就是第七，识呢。就是六，吼、哦，精明啦、啊，这拢叫做意识啊，这拢总是伫迄个外面的。那么咱呢，这个心啊，上重要，爱会当真清净，才会逐工甲逐个人讲，啊，甲逐个人谈心啦、啊。这个心那、啊、是清净啦、啊，伫外面所言的境界呢？咱才会当讲好歹分清楚，所以咱的心真重要吼。咱的情欲若淡薄啦，那自然呢心都清净啦，真正的清，无污染吼。在《无量义经》的开头啊，净寂清净自然希望，这呢就是咱修行者所要追求的境界哦。那离就是苦离呀，真正呢啊，集中在一起吼，离义净吼，这呢就是咱伫咧思考的时。思考的时，咱都爱安尼，心较专一嘛。正敏感就是甲大家讲过去，虽然呐、啊，菩萨游戏人间，但是呢，心真专呐、啊，就是伫这个离义净。这个所在，咱虽然游戏在人间呢，但是呢，无有贪欲啦，真痴万疑，拢总无。理呢，就是伫思考吼，思想的后面呢，真正的清净无染着啊，真深的苦乐啦吼，这呢就是爱心真。专无有分散，那要心专呐、啊，就是爱无欲啦，吼，无求无为，无求无为呀、啊，就是啊，对外面的气世间物质的世界呢，咱无有想要争取吼，这咱的心才会当安尼，真正呢淡泊清净啊。再来讲，意灭
哦，那么伊要失望，那么这个伊都只讲过去啊，嘛是伫迄个第七识里哦吼，伫迄个第七识啊，外面的境界无动摇咱的心嘛，第七识呢，咱开始无要过去做作，因为这第七识伊会做作嘛，就是意业吼，这个第七识的做作，那是啊。起一念的善念，那就是为善；起一念的恶念，都是恶。所以呢，这个意念呢，就是有善有恶哈。那是贪欲的事啊，尽会都会起来哈。这呢，伊都会下见啊。那贪欲哪起来？咱的正心、正意、正念、正道都会偏差去啦，所以啊，人袂用的有贪欲哦。修行呢，上重要就是爱弃敌欲念嘛。听听一句话。一念差，千念错，差之毫厘，失以千里。所以，这个邪就是偏的意思哈，偏邪过去哈，唔对起啦，差一点点嘛，那就是恶业啦吼。所以咱爱点来讲，顾好咱的心。心一定爱顾好掉吼，啊，咱若会当为善，这个心意啊，定定都是向善啦，欲不贪欲啦，不尽悔，不邪见，即意善业。咱的心已经真点净吼，那无有什么款的情欲波动咱的心。所以这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悔，不邪、无邪见，吼，安尼呢？这个意拢是善，自然啊，这个善业呢，都会去做作。那这叫做转心救济，救济是救什么呢？救心，救人的心嘛。发伫人心灵啊，一偏差苦难，这就是佛菩萨啦、啊，来人间啊。虽然呢，对着众生的生活形态，确实呢，真专心呢，要安怎来拯救众生的心？那如来藏，如来藏心啊。是不生不灭，咱若回归到甲咱的真心本性啦，也就是佛心，咱的本性吼，那自然呢，伊就是真正的寂静，寂静清净的境界，就是佛的本地心灵宏光啦，这就是。心吼，咱修行呢，都已经感悟的幽静，不舍众生，也阁是伫幽静界的内底，但是呢。是真正的清净淡泊的净，意思就是讲无污染的净啦。安尼，咱的心呢，才会当清净啦。啊，那是无呢，凡夫的幽静啊，哈，定定都是会偏这边偏那边吼，啊，堆积哇，顶顶啊，
这个欲念不实，所以学佛者呢，咱的心性啊，真正爱真坚定吼、哦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内底啊，安尼讲：我念过去世，无量无数劫啊，有佛人中尊，何日月定明？世尊演说法啦，度无量众生，无数亿菩萨啦，令入佛地位。咱读第这段，啊，咱就会当通好回忆的过去呢。一段这么长啊，解释的文吼，那干那看这段，咱就会当会记哩啦，好去当尊。那文殊菩萨为了要解说，要回应弥勒菩萨，所以呢，伊解说了这段这么长的，安尼一路直直解说过来，这么真多的佛啊，已经成佛的程度，时间真长，所以啊，佛这有佛人中尊，何日月定明，唔只是干那指一个。迄、那个时阵都有20000位的佛啦，何况讲未来、现在释迦牟尼佛，也阁有未来啊，弥勒佛啦、啊，也阁有未来，哇，真多的佛要阁接落去。所以有佛人中尊，共一个号，拢总共款，那佛之德号吼，即人中尊都、就是。以成佛人的尊号，就是伊的德已经完成啦。佛以人中是最尊最圣，所以咱若称着佛，咱都爱用这么恭敬的心，因为佛德啊已经真完具啦，吼，是人中呢最圣最稀有啊，所以咱爱尊重。所以伊讲世尊演说法吼，度无量众生。伫世尊伫咧演说的法，无不多是呢。度无量众生，所有所有的众生啦，无数亿的众生，拢是呢，要使令伊会当通入佛的智慧，所以令入佛智慧吼，就是真相。每一尊佛来人间说法啦，无不都是呢，要使令众生啊，人人依佛平等啊。同齐啦，会当到佛智慧的程度，予人人呢真真正正会当回归人人本具呢迄、那个真如的本性。咱若会当回归咱迄、那个真如本性啊，啊了了上帝吼，人行行咱都是真分明了解咯吼。每一项代志呢，咱拢想，唔是亲像凡夫啊，无想啊，凡夫啊，我知啦，知啦，即嘛知呢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境界来的时，这个知都搁糊涂去啦。佛的境界唔是哦，佛的境界是了了上帝。凡事都是了解啦，什么代志呢？真理发现啦，都无有讲，搁予伊减掉去，永远都是保持着安尼清净了解所有一切真理不变，吼、哦，真理是不变啦，就是呢，这个世间一切，哎呀。这凡夫境界，伊才有常变吼，常常都是无常变化。
要那到佛的境界呢，一切都是宁静啊，是祥啊，不变。所以咱啊，学佛啊，必定爱用在迄个日常生活中，日日的生活，在佛的境界中啦、啊，咱无有一点啊，去会流失去吼、哦。那流失呢，就是无常，以家己咱的心的物件无法度通藏着，凡夫心嘛。在真理的内底呢，嘛是不断流失啊。在思想的内底呢，嘛不断流失啊。这流失掉去的真理，流落来是啥物呢？就是无明烦恼啊。流落来就是众生的缘，你家己结好缘，结歹缘啊，同款呢。在生死无常啊，这呢，咱拢爱真了解吼。咱那些心无清净，这个、真理啦、啊，拢一直滴流失去，流落来呢，都是无明烦恼，也个是回归凡夫呢。对啊，这个时间流失，生命流失吼。这个流失呢，和咱的时间直直流过，生命直直减少去。但是呢，那这个流失的物件，就是迄个贪欲、利欲啊。不过呢，咱有做啊，有修有得啊，所以未来也阁是会当成佛。不过是安尼的流失真可惜嘛，吼。所以咱爱时时心啊，爱定，唔通去会流失去。所以爱人人啊，时时爱多用心啊。